伍大强同李佳呢日现身葵涌出席慈善活动，同一班长者倾偈互动，乐也融融。佢哋仲即场献唱歌曲，气氛温馨热闹。 仲熱情過我哋啊！真係我哋唱歌嘅時候咧，如果啲觀眾聽眾熱情咧，我哋唱得會更耐、更賣力嘅。兩位會唔會想話合作試下啲即係翻唱啊，或者搞啲新歌咁樣？我同標哥咩？我好想同大家。係咯，我哋未預備之前咧，就喺在大雨中唱一隻在雨中。咁我哋覺得有啲火花喎，咁樣希望就係可以。 有啲機會多啲同大家。係啦，如果有機會合作嘅話，應該係好好。好啊。一定會有火花。咁有冇話會想唱啲咩曲風嘅歌啊？要諗下先啊，呢個要係即係。標哥哥都係唱好多英文歌啦，咁英文歌我都 OK。加咩？我都OK，咁我覺得啲可能係啲舊歌啊，但係翻唱新啊嗰啲編曲，可能都會比較有趣。特別少少改編少少。係啦，會有趣。中年好聲音二啱啱結束海選，提到今次有唔少老友記係因為受咗標哥哥影響而嚟參賽，標哥哥都話好開心見到佢哋有咁嘅勇氣。佢仲分享咗一啲參賽貼士俾大家。我諗你最主要咧，你啊放開心情啦，即係豁出去啦，唔好成日俾自己個。 心魔壓住，我都係唔得㗎啦！我年紀咁大啊，咁樣唔好用呢一樣去諗。總之你自己以你表現最好，你去點樣去努力，點樣多啲練習，一定練習多練習咧，就會一定會表現好。咁最主要一練就好，自己信心啊，信心一足，表演就唱得好。